2020台北时装周联手 Vogue Fashion Night Out 以及各大品牌跨界合作，以 Replay 为主题，推出一连串时尚不夜城活动。而精彩的街头展演秀，除了由与台北白昼之夜相互串联的台北东区时尚街头秀外，还有 Project Uniform 无限制服计划，由世大运开幕式导演谢杰化打造的台北东区街头时尚秀，展演四位台湾设计师夏小晴、王彦希、王玉琴、王子欣的服装作品，将艺术与时尚结合，打破中规中矩的 runway 形式。现场民众近距离观赏，也成为街头秀的一员。现场还有搜狗百货、号召馆内品牌市集共襄盛举。康泰纳是台湾可能研究所的 Z 世代成员们现场玩起时尚街拍，在 Monkey Shooter 热闹的派对气氛下，号召 Young Talents 以及现场民众共同参与这场时尚街头派对。而在台北市另一头的香堤大道，也上演一场 Z 世代发起我们一样不一样的对话活动 Farges Uniform 无限制服计划，由澳美集团国际新锐设计师 Angus Chin、 江逸勋以及台湾康泰纳市集团凯沃模特经纪公司共同合作发表。这场充满青春洋溢的创意街头展演将从台北时装周开始，向全台湾展开 Z 世代的多元文化价值。